马上支完了，支到那儿了，支完就开始打圈粮了。我就不看他们的了，我就抓个螃蟹去了。刚刚看见个螃蟹那跑了，啊？不吃猪肉？那吃啥？那不吃猪肉他吃啥？那吃方便面吧。我不先吃螃蟹啊，一会儿着急，一会儿吃螃蟹吧。我去搞螃蟹去。我来找几个螃蟹。干活的有个小伙子也是不吃猪肉，不行，吃螃蟹粥啊。看着热火朝天的做饭。抓了一只螃蟹。这么大的肉块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块，小姐，对，一个人有一块就吃饱了，我感觉。这猪肉也挺好，瘦的肥的，瘦的肥的，五花三层。来，儿子，他把你抓回螃蟹来了。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一会儿给你熬个汤。水太大了，不好逮。晚上有。我知道晚上有。熬多少个白的？高兴，给你一会儿熬了粥啊！哦，又跑了。再见吧。我要。我给你做，啊，小姐。你爸爸是哪里的？温州。你什么做饭 ？OK OK。做咖喱饭。咖喱饭。嗯，咖喱猪肉。你知道？知道。我给你做饭。嗯，好了。我给他做咖喱猪肉。抓呗。没有酱油。没有。就这个，就光猪肉，有咸盐吗？有。对呀。没有咸盐，我还以为，哦，有咸盐就行。看看高兴又爬过来了。高兴，爸爸把这个做熟了啊，把这个猪肉做熟了，给你做个螃蟹粥啊。看，刚刚出去五分钟，给你抓了一只螃蟹回来。我有那个粮。晚上好抓，现在白天水那么大，我咋逮？石头大，我又搬不动，小石头又没有。哎呀，你到这去了，你看皮扔掉了。嗯，不吃皮嘛，吃西红柿。嗯，哎呀，一会儿给你喝粥。阿姐，我这个咖喱猪肉咋地了？嗯？嘿，高兴，看看爸爸给他们做这个咖喱猪肉。拉上锅了呀。够了。大蒜来，咖喱五花肉，一大锅，把我逼得会做咖喱饭了，烧鸡。烧鸡呀，这个做饭的里面，他不吃猪肉，猪肉做出来，还得做一锅炒面了。我这个炒面是我的拿手菜，做完炒面再给高兴把这个螃蟹熬了粥。啊？嗯。我就现在炒了啊。嗯。我的老公做饭，草莓。哎呀，小心辣！嗯，这个辣椒很多辣。
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多草莓啊！嗯，多少啊？吃？这个人来呀，八分的。哎呀！哎呀，别提了。哎呀，这个。卖掉了哦。嗯。你这个面，整个压的死死了。有筷子吗？啊？筷子吗？来。筷子。也没有酱油，是吧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还有这个草莓的卡里，有一点点辣。这个，那个咖喱就不要往里放了。这个一个螃蟹怎么弄？你高兴，你高兴做那个啥？做粥。嗯。等一下啊，还有那边草莓的这个，这个，还有一个。对，这个糯辣的糯好吃，还有这个两个，这个倒掉啊，黄豆豆，够了够了，草莓，我也喜欢草莓，我的老公做饭好吃的，哦，早点。还有这个勺子呀，酱油，这个蛋壳，我知道酱油，嗯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好了，这个大的，你看高高呀，嘴巴嫩嫩了，好香了喽，高兴睡了了，你开心了，嗯，高兴，哎，叔叔拿回去了呀。Yeah. 没事。好了，好吃了，好吃了。我回去看高兴好不好？嗯，回去看一下高兴，怎么开心了？哎呀！很淡的呀。你太高兴，哎呀，没穿裤子了，都是羊了。你看，一个弟弟看懒的羊，高兴。你看羊回来了，他看羊了，这个水很的舒服了，还有一个女客。等等都看了，怎么都样了？哎呀，白色白色。看，都样了。啊，等等都样了。还有一个黑色，一个红色。哎呀。一个弟弟，还有一个妹妹，好可爱的。吃吃完吧，不就在盘子上了？行。我那屋里很干净的。吃不吃完了吧，媳妇？